下面有请李秀珠同修与我们分享，她的女儿从小就有视力缺陷，后来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，导致不能正常上学。秀珠同修通过修行心灵法门，应用三大法宝，帮助女儿身体恢复健康，还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新加坡国立大学，并在2017年获得了新的肾源，顺利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，开启新的人生。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。当今社会，地震、海啸、泥石流、水灾、旱灾、饥荒、瘟疫、车祸、身体癌症，从各种频发的事件，菩萨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世事无常。2014年4月5日晚上，我的肚子突然剧烈的疼痛，叫了救护车，几乎失去性命，每天只能勉强睡上两三个钟头。妈妈念经一个星期后，第一次一觉睡了8个钟头。观音菩萨就是这么的慈悲，在我和母亲一起拼命念完了800多张小房子后，2年没有小便的我突然又开始排尿了。非常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，把这么好的孩子带到人间，让我和妈妈重获新生。想要求心灵的解脱，首先就要学会善良，为别人着想，好好学佛，慈悲能够化解一切冤结。医学上看下来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代谢病。对，有很多癌症已经扩散了，几乎每天痛的，晚上痛的根本就睡不着。你看林迅啊，已经花掉你很多钱了，是的，脑子出问题了。对，是的，右面的骨盆里面。对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跟我接触，你们不会相信的，你们亲眼看见的，你们才能相信。你们去告诉那些还不相信的人吧。记住，让别人快乐那是慈悲，让自己快乐那叫智慧。几乎丧命。2014年4月5日
晚上12点，他的肚子突然激烈的疼痛，呕吐4次，并叫了救护车。医生查出是细菌感染，是因为洗肾的管子导致的。他当时高烧42度，细菌又感染了肺和脚，脚也肿了，眼睛也开始激烈的疼痛，根本睁不开，每天只能勉强睡上2-3个小时。医生和护士都束手无策，只能每天给女儿打大量的麻醉药，换不同的药物在她身上动刀。每一天我们都活在恐惧中，因为每一天都是不好的消息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通过住在马来西亚麻坡的妹妹了解了心灵法门，开始从早到晚拼命地为女儿念经。念经一个星期以后，整夜疼痛难以入眠的女儿第一次一觉睡了8个钟头。当时我就相信观世音菩萨能够救我女儿心恩，心恩也切切地想要念经，但是她看不到经书上的字，那时也没有念佛机。感恩心灵法门的义工来医院叫心恩念经，他们一个字一个字读给心恩听，他就录到电话里，然后反复的听，直到把所有的经文都背下来。在住院期间，心恩的功课是每天念诵大悲咒49遍、心经49遍、礼佛大忏悔文5遍、小咒49遍，并且每天念诵大约2到3张小房子。在2014年5月31号，师兄帮你心恩打进卢台长看图腾节目热线。原来心恩吃了这么多苦，就是因为前世没好好修。师父说心恩有一世杀了很多青蛙，叫心恩多放点青蛙。我和心恩透过心灵法门3大法宝，许愿念经，放生30000条鱼和1000只青蛙，奇迹就一件件地发生了。首先，心恩的病情迅速地好转，连医生和护士都觉得不可思议。3个月后，他就出院了，而病情比他轻的病人还要住上4到6个月。同时，病人在洗肾时都会怕冷，并且容易营养不良，但是心恩洗肾的时候完全不觉得冷，验血报告出来也显示他开始增加了生血的数量，出院后胖了4-5公斤，医生都觉得很惊讶。心恩在治疗期间，我们到新加坡心灵法门观音堂许下了终身赐前世，今生今世要努力弘法度人的大愿。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么慈悲，在我们完成烧送800多张小房子后，2年都没小便的心恩竟然开始排尿了。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，医生说当洗肾的病人失去了排尿的功能，除非换了新的肾脏，否则就不可能再自主排尿。但是现在奇迹真的发生在心恩的身上了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一直以来，心恩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上大学，在就读高中时，他用电脑帮自己读历史和英文，找义工辅助他做数学和经济学的作业，所有的图表都要义工读给心恩听。在洗肾的时候，心恩很努力做功课，希望能够考上大学。然而因为生病，他经常住院，没办法好好的读书。他从2011年到2014年，大部分的科目一直以来都不及格，也留级了。在2014年大病一场之后，心恩再次重回校园。在2015年的上半年，我正
我第一次报名当马来西亚法会义工，从此只要师父开法会，我都积极地报名当义工，也把当义工部分的功德转给心恩，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心恩平安健康。同年，我十分担心女儿的身体不能应付 A 群组高强度的学习，因此我为心恩助念了100多张小房子，求菩萨保佑女儿身体健康，可以有精力学习。女儿也在繁忙的学业中坚持为自己念经，观世音菩萨妈妈真的有求必应。学佛念经后，心恩的身体真的比以前好多了。她当时要定期去洗肾，洗肾本来是很累的，会让人一直睡觉，但是心恩洗肾之后竟然精神不错，还可以有精力去完成抓中还重的功课。在2015年10月，心恩参加了 A 水准考试，考试前期他在功课里加上108遍的准提神咒，没想到心恩考过佳绩，能拿到这个成绩，我们真的很惊喜。心恩的故事也被许多媒体报道出来。A 水准会考成绩棒棒，及格率能达到93.1%，比去年的91.4%高出了1.7%，创下了9年来最佳成绩。来看记者薛诗慧报道。众多考生当中，先驱初级学院的陈新恩自幼视力只有常人的20%，念中医时他还不幸患上肾衰竭，必须长期洗肾，还经常因入院而缺课。但这些病痛并没有阻挡新恩努力求学的意志，他考过了一科特优、3科B 和1科C 的不俗成绩。我的想象中是应该会不及格，至少有1-2科会不及格。有视力的障碍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很感恩这些人，包括老师啊、同学啊，还有我的家人。拿到 A 水准成绩，新恩报读了梦寐以求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系。新恩的成绩本来超过往年的分数，没想到却没有被录取。师父说过，如果明明应该是你的，最后却没有拿到，就可能是有阻碍。心恩马上想到求观世音菩萨，许下2个星期内为自己念诵21张小房子来消除阻碍升学的业障。过了几天，招生的人竟然发来邮件说，因为有人推出了，心恩被录取了。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。2017年10月11日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给了新恩最好的二十三岁生日礼物。这个礼物我们整整等了10年呀，一个肾脏。当时新恩的肾脏移植手术也被媒体报道出来。失明女孩陈新恩刚过23岁生日。对她来说，今年的生日礼物最特别，一个肾脏。新恩患的是肾消耗性疾病，他13岁开始洗肾，同时他3岁时患有眼疾，20岁失明。上个星期，前线在节目中报道了新恩的肾脏移植手术，不少网民也献上了祝福。新恩目前已经出院，医生说，如果定期吃药，又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体重，一个新肾脏在病患体内能够用上20-30年，甚至更久。做了一个新的肾，他的生活的数字肯定会很明显的进步。他就不需要在一个星期来洗肾，他能够用这个时间来做他所要做的东西。
要很多很多事情同时刚好的发生，我才有这肾，而且之后还要很小心的照顾，很谨慎的生活。尽管康复之路不容易，希恩还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因为有一些病人，他们的手术是，比如那个新的肾的血管，还有那个尿道接起来的那个接口，有时候可能会太松了，然后可能会有尿溢出来从那个接口；有时候太紧了，可能会有血块。那他们又要重新做个小手术，再跟他弄紧，开始弄松。然后这种情况其实会不少见的，可是我就没有这种情况。然后我的情况就是比较是因为水肿，然后我的在家护病房住的时间也很短，就一个星期，不用住到一个星期多。对，我还是蛮感恩的。失明前，希恩喜欢读故事书，现在的他也在努力学习马来语。手术后，希恩将继续完成学业。他目前是国大文学院学生，主修英国文学，希望往文学和音乐领域发展。希恩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二年级，并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没有学佛和念经前，我觉得很无奈又无助，因为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。念经后，我学会定业不能改，但是可以转。要想改变，就一定要有加持力。如果没有师父，没有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加持，我和心恩肯定转不了这个厄运。学佛让我和心恩都能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，心恩的乐观也感染了周围的人，并在最近被新传媒报道。除了肾脏病之外，其他的身体部位都是 OK 的吗？我是看不到的。你是完全看不到？完全看不到的。我开始定了的时候，我没有发现今天有什么不妥，可是我跟他握手，他没有理我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蕾欣。哎，你好。然后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呢，他也没有眼神交流。直到进入房间，新恩跟我说，他从小就失明，而且还有肾脏病。我想他妈妈照顾他一定是非常辛苦的。听说马来西亚有一个可以帮到他的方式。我独自搭车去马来西亚寻找求救的方式。所以你是去马来西亚要寻找什么样的协助？就是我的信仰嘛。我听到妈妈她这么艰辛的为了我在找方法，也是蛮难过，然后也是很感动。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出院，然后我跟妈妈第二次一起进去。最后就没有动这个手术，就没有动到手术，是也不知道啊怎么样，可能很多会上马是不动，所以后来身体是 OK 的啊，就 OK 休养几个下啊，还是要洗肾吗？啊，洗肾就开始洗血。其实不需要洗肾，我现在发现真的是
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我有这个新的生命，就很感恩很多帮助我们的人，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生命不是我自己的，是大家给我的，然后我需要用这个新的生命来回报这么多爱我的人。我发现你们两个都是很感恩，很感恩周遭的人，都是存着很正面的态度去面对挑战。所以妈妈现在是有做一些公益的活动来回馈社会吗？是的，我是参与好像去照顾一些无伤的老人，帮他们的意见送这些包饭盒啊，叫他们插花，会让他们觉得孤单，让他会感觉到啊温馨了、啊。所以也是因为你在社会上得到各方各界的帮助，对，所以引发你自己也想去回馈给其他的社会大众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虽然你们的人生前面那一段波折重重，可是因为你们很正面、很积极，所以现在过得很好，而且还可以给别人更多的力量。我觉得现在因为心里有一个新的肾，你们现在人生也开始比较稳定了，所以祝福你们，祝福心了以后，从现在开始身体健健康康，然后人生有美好的未来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所以要懂得转化，菩萨到人间来不是来惩罚人的，是来帮助脱离苦难，是来转化人的思维和境界。经文和佛法的力量真的很神奇，不光给了心恩的健康身体，更改变了我们的思维，给了我们智慧和勇气，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。非常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和卢台长把这么好的法门，心灵法门带到人间来，让我的心恩重获新生。感恩伟大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金红台长，感恩所有帮助过我和心恩的师兄们。如果今天的分享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慈悲原谅，感恩大家。